天使进到玛利亚的家，对她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她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”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”耶和华安慰胆怯的玛利亚，正像他安慰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因为主